讲的宗旨是奖励品德优良、有志向学但家境困境的学生，树立品德点，为大家带来母语童谣《鸟儿飞》及感谢童谣舞曲。各位同学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来这里参与林秋山基金会普仁奖的颁奖典礼。你们非常杰出优良的表现，不管是在慈善基金会一个非常严谨的遴选能够脱颖而出得到这个非常不容易，非常对已经马祖这个地方也受到很多基金会爱戴我觉得我一直跟县长讲，我们一定要找一块很大的地让这些基金会能在马祖到各乡去帮我们学生做个服务，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学生成长是非常重要未来品德教育各方面都很重要。觉得在这边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节目也谢谢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城市从提名、家访、审评审，然后最后决选出来，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中间的过程其实是很繁复的。那真的是希望落实到一个对品德的推广所有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如何的能够正面、积极、乐观、有爱心、有使命的去。向前迈进，我觉得真的是所有小朋友的典范。每次看到走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困境。他是以很优异成绩，个性开朗体贴，面对生活的困难会积极寻求老师协助，体贴父亲的辛劳，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韩立国小专一真同学推荐老师郭之言老师。所以才会产生今天所有得奖同学，真的很感谢这些志工呢。其实所有志工都是校长、主任、老师很多真的很感谢他们。
谢谢哈，谢谢有你们，真好。